今天要听到陈奕迅的《十年》，这是他每次演唱会都必然会引发大合唱的歌。时间对于爱情来讲，到底是残忍还是温柔？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，背后都藏着一曲唱罢后的叹息。而人的一生当中，又有多少个十年呢？兄弟们呀，扛不住了呀！我靠，钱剩就200块钱了。昨天晚上也是啊，拼命的在找日结，找日结，不是找不到啊，兄弟们，我心里有点慌了。啊，说好了咱们要努力，咱们要奋斗，是吧？结果就混成这个屌样，愁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是有没有人介绍工作的啊？空气的也可以。日结的也行，是吧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一顿不吃没问题，两顿不吃饿得慌啊！现在肚子饿得一品，想搞点吃的啊。看看家里面还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一片狼藉啊！这还有土豆几个。这还有芋头啊。这个芋头怎么吃啊？好像要煮一下是吧？要给它煮一下。给它煮一下吧。这个锅给它洗一下。煮芋头啊，兄弟们。这个水差不多了吧，把电给它插上，一头给它搞两头，盖上给它煮，然后再煮点米饭啊，兄弟们，再给我洗一下。煮点油啊，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我渐渐熟悉的街头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差不多了，把米给他搞一下。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，好像有个水哟，来擦一下吧。盖子给他盖上，我给他打开。咱们趁着煮的空隙，然后把自己收拾一下吧，真的是太造孽了。搞干净了，兄弟们，不会还有人说我邋遢吧？然后兄弟们，今天就做一个芋头炒午餐肉吧，家里面没什么菜，只有午餐肉了，给它打开。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给它搞出来。但是好像搞不出来，用筷子给它敲一下。听过杠杆原理没有？这不就出来了？我真是聪明，完美。简单的给它切一下。再搞点小米啦，但是好像好多都坏了，把好的给它找出来，该扔了这个。10个有9个是坏的。
给它装到坛子里面吧。看一下这个一头啊，不知道熟了没有。熟了啊，兄弟们，来关火。剥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其实一共没有几个，给它切一下吧。然后兄弟们搞出来就这个样子的，准备炒菜了，咱们油给它搞里头啊，兄弟们。好，把调料给它搞里头爆香一下。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，那我干脆给它搞里头。然后再把芋头给它搞里头吧。然后兄弟们给他放点盐啊，差不多了吧，味精来一点，生抽来一点，上上色，蚝油来一点提提鲜，老干妈来一点，万物皆可老干妈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今天做的菜系怎么样？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印度的那个咖喱？兄弟们开饭了啊，简单吃。失眠却不问好与不好，他们不知道你为生活掉的碎发，只看见你把酒言欢。太热了，他们不知道你为生活掉的碎发，只看见你把酒言欢。我这马上有十分了，我不能给个七分啊。